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D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何文田天主一个两房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来到天主，第一件事一出lift就见到我们这个私人的电梯大堂，之后呢就入到我们这个单位了。这个单位呢实用面积是800尺，属于天主的入场版两房单位。现在我们就是望紧饭厅，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客厅的位置。客厅隔离就是露台，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露台那里可以望到出去，见到的景观呢就有何文田东配水库球场、何文田站上盖的物业地盘，以及我们天主的楼景。单位呢就是属于我们入场版两房一套，现在我们就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的景观呢就是望回何文田东配水库球场和何文田站上盖物业，主人房面积呢都相当阔落的。而主人房的浴室呢就是保留回收楼标准用浴缸。主人房行过对面呢就是我们的客房了。细房呢是有两边窗的，同样是望回我们何文田附近一带的楼景。客厕是正实用，是用旗杆的设计。现在就望埋个厨房了。厨房呢就是采用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采用名牌主食炉具和厨房电器。另外是有大量的储物空间和备餐的地方。厨房后面呢还有一个工人房的，订造了张工人床。工人床下面呢还可以摆放储物的位置。工人房呢都有他自己独立的洗手间。单位的工作平台呢就在厨房里面的。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影片。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